当然了，政委，这次擅自行动，我肯定是犯错了的。我愿意接受任何处罚，请两位领导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下一次我一定好好表现表现。好好表现？你。 听我给你解释，慢慢解释啊！来来来来来来来，团长政委，这支鬼子连队的武器装备比一般的鬼子连队要精良很多，不光有歪把子，他们还有坦克，而且我们不知道这支鬼子连队他们是来干什么的，去什么地方，所以呢，趁援军还没到，我们就把他给打了，把他们给打了？嗯，你小子说的倒是轻巧。 那可是装备精良的日军联队，你怎么打？当然了，论兵力、论装备，我们呢都不能跟小鬼子比，但是呢，我们没有的，小鬼子也不能有。所以啊，我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把他们的大炮全部给消灭掉。到时候，小鬼子也只能端着步枪跟咱们干。 再仔细检查一下，千万不要露出马脚。是是。干什么呢？ 太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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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对不住，对不住，我们是来送粮食的，本来早就到了，可是半路上轱辘坏了一个，修了半天，所以啊，拖到现在才到，对不住了啊！送粮食的，大晚上呢？是粮食。 炸药包已布置完毕，随时可以引爆。引爆，是。领导，炸药包已点燃。冲！冲！冲！
长，这个何东明竟然真的把日军的装备部给炸了。能让小鬼子这么精良的装备葬身火海，何东明啊，真是有他的。哎，告诉咱们的弟兄们也加把劲儿，再怎么着也不能输给他。是，兄弟们，保护起来，快一点，来把这个箭拿过去。这个部队一定要找到，袭击我们营地的队伍。嗨，这次的会议主要针对咱们团近段时间出现的纪律问题，大家讨论一下，必要的时候也必须要进行处理。大家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我先发表一下我个人意见吧。何东明同志在这个组织纪律上有违反上级命令、越级指挥的严重问题，我认为应当严肃处理。我认为在这个纪律问题上，何德明同志的学习还远远不够，我建议把他送回延安，重新学习一下党和组织的纪律。我不这么认为，我反对。何东明同志有很好的指挥作战能力，虽然他的判断没有及时得到上级的批示，但是他的决策是正确的呀。但是任何一支部队都必须要有严明的纪律。何东明同志，你有什么要说的吗？我认为战场是瞬息万变的，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所以作为战场的指挥官，能够在第一时间对自己的军队做出正确果断的决定，才是他最应该有的素质。我同意。所以从这个方面，我认为何东明同志虽然在军队纪律上有不好的影响，但是从这两次的作战计划还有战后成果来看，都很成功。他能够灵活地分析敌情，主动出击，打击了鬼子的锐气，应该值得肯定。没错，何东明同志指挥的这两次战役的确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和借鉴，但是不要忘了，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纪律问题无论是谁都必须要严肃对待。是，我接受领导的批评，一定认真学习。上级决定对何东明同志既不追究责任，也不进行嘉奖。那还行。但是何东明同志一定要对军规军纪进行深刻的反思与再学习，如果以后再犯同样的错误，我们一定会严肃严厉处理。是。没想到我们的先遣军就这么被打败了，简直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耻辱。先生，请马上增兵，对几重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先生。秀一，上岸武藏，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我们得先摸清楚附近这支队伍的来历，不然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我们很被动。报告指挥官，您要的资料已经调查清楚。何东明，
是个军人。这个人最大特点就是灵活多变，不拘泥于任何教条。这么说，我们的装备库被炸掉，肯定又是他的主意。是，一定是他。这个人最恐怖的地方就是你永远都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干什么。先生，难道我们就拿这个何东明一点办法都没有吗？以毒攻毒，我现在心里面已经有一个合适的人选可以对付他。在这个地方一定要加派巡逻人手，因为这个地方是鬼子的交通要道。沈村长，白崇禧将军发来嘉奖令。嘉奖令？是啊，你们刚来这里没多久就干掉了日军一个先遣连队，战绩已经上报到党国高级指挥部。白将军称赞你们完成了一个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同时也希望你们和八路军保持一定距离，不要走得过近，毕竟周边驻扎着大量的八路军部队，避免以后发生不必要的麻烦。感谢上级的信任，我沈家良一定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儿，不辜负党国对家良的栽培。辛苦。警卫员，到，送一下。是。团长，这发嘉奖令是件好事啊，你怎么看起来好像不高兴啊？是啊，团长。是啊，怎么回事啊？大家坐。大家心里都清楚吧？我们前两次的行动，如果没有八路友军的帮忙，是不是早就已经被日军给吃掉了？对对，是啊。但是嘉奖令上对八路军只字未提，还让我们与人家保持距离。现在是国共合作的关键时期，如果连这个时候都不能跟友军协同作战的话，什么时候才能把日寇赶出中国？团长，你放心，你怎么指挥，我们怎么打。对对对对，不管与八路军合不合作，我们一心抵抗外敌。对对，一心抵抗外敌，一心抵抗外敌。你小子，净挑我爱听的说。走吧。是。不管怎么说，嘉奖令也是对我们大家的一种肯定。哎，继续开会。好久不见，王先生。好久不见，黑鸟先生。张小姐，不知你是否介意我坐在这里呢？请。黑鸟先生来找我，有什么事啊？那我就开门见山。汪先生，最近一段时间在冀中地区，有一支来路不明的队伍，经常破坏我们皇军的行动，严重扰乱了冀中地区的治安。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吗？不知道我前一段时间提议汪先生出任冀东冀中治安总司令一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王先生，如果你知道这支八路军队伍的指挥官是谁，
我想你会非常感兴趣。出任司令官一职。谁啊？我们非常希望汪先生能够协助我们皇军出任冀东冀中治安总司令一职，共同维护大东亚共荣圈的治安和建立。汪先生，最好的酒我请。先生，井上大佐到了。井上桑，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大佐了，了不起。果然是一副军人的模样。我让你看的这几次战役和八路军指挥官的资料，你看了吗？哎，已经全部看过了。说说看，司令官，看了这两次战役的情况和以往的作战记录，不难看出来，八路军的这支部队应该是来了一位新的指挥官。对比前后的几次作战记录，八路军的这支部队具有了很明显的攻击性，而不像之前一样被动出击。不过也不难看出来，资料里所说的那位何东明指挥官军衔并不会很高。此话怎讲？定县的两次战役由国军做主力，何东明率领的八路军队伍协助作战，但是我军仍然可以退到定县的县城之内，这足以说明八路军和国军的力量加起来不足以抵抗我大日本皇军一个连队的力量。而且据我所知，八路军内部对于国军仍抱有一定的防备心理，所以这次迅速支援的八路军队伍应该就是何东明所率领的全部兵力了。接着说。第二次战役不得不说，我很佩服这位何东明指挥官，他可以带着几个人进入到我们的营地，炸掉我们的装备部，这足以说明他有极高的秘密作战能力，而且他具有十人左右的特别行动小组。另外一方面，他既然能知道他的兵力加上国军的兵力都不能抵抗我大日本皇军，他愿意牺牲个人的安危来炸掉我们的装备部。综合这两点，我很佩服他的智谋和勇气。没错，分析得很好。金长桑，你有什么办法来对付这个何东明？其实不难看出，凭我们的力量可以轻松地吃掉何东明的部队，所以只要找出他们部队的所在地，我就可以一举歼灭掉这支潜伏在冀中的土八路部队。先生，井上大佐具有丰富的山地作战经验，对付长期隐蔽在山林中打游击的八路军队伍非常有用。好，不愧是我大日本帝国优秀的军官。井上桑，我命令你，从今天开始，你全权负责清剿冀中地区的何东明部队。嘿，我一定全力以赴。
先坐下。除此之外，我还要给你配一个得力的助手。杨仓，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新任冀东冀中治安总司令汪兆兰。这次任务，你们就协同合作。司令官，我一个人就够了。他一个中国人，只会让我碍手碍脚。司令，我是真心来和你们合作的。这位大佐说的话有点难听了。锦上桑，汪司令是真心跟我们要来合作的，你们好好合作看一看。嗨，既然指挥官说了，那我就试试，看看这位司令官有什么样的水平，能不能为我大日本皇军效力。汪司令，井上桑大佐已经说了，你呢？好，比比就比比，我们可以兵分两路，分别攻打八路军的管辖地，看看谁比谁更厉害。报告。进来。营长，你的信。根据可靠线报，日军组织了一个大队，由一个叫井上桑的军官带领，即将对我部进行清剿。这个井上桑啊，非常善于游击战，很难对付。很明显，这一次是冲着报仇来的。营长，那咱们马上备战。营长，怕什么呀？大不了咱们和他们同归于尽。对呀，对什么对？我说你们已经参加了八路军，这素质怎么还没提高呢？我们最重要的是保存实力。营长，咱们又不打了。刚才已经跟你们说了，这个井上桑啊，非常擅长游击战，而且小鬼子的武器装备都比咱们要精良。我们如果跟他们硬碰硬的话，吃亏的肯定是我们。但是，你们看啊，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地方，地势险要，非常适合打埋伏。如果能够把日本人引到这儿的话，那咱们的胜算就大了。太好了，营长，这个叫诱敌深入。行啊，你还知道诱敌深入啊？我们不仅要诱敌深入，还要各个击破。通知各个文职部门，把所有的文件还有地图全部带走。涂天岩，马上通知老百姓赶紧转移，其他的人跟我去布雷。是。叫同志们速度加快。啊，营长，百姓已经全部安全转移了。好，走吧，走。二弟，哎，大哥，你怎么来了？佟天爷，你们先走。是是，跟我来。走。二弟，小鬼子派了一个连队来清剿附近的抗日队伍，
看样子你们应该也收到消息了吧？对，所以我们正在转移群众。转移？啊，咱们兄弟两个人可以再次联手啊。大哥，尽快转移吧，我们不能和敌人正面交锋。这可不像你啊，二弟，以前哪怕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你都不会退缩的。上一次一个小鬼子的重装机械连队你都敢打，说吧，有什么企图？知我者大哥也。二弟，但是这一次小鬼子有备而来，目的就是咱们的根据地。对，所以啊，只要保持咱们的团部隐蔽不动，不要和小鬼子正面交锋，就一定不会有事。那咱们就给他来一个声东击西。一个人都没有。彪子，带几个兄弟前去看看。是。大牙帮子，还有你们四个，跟我走。是是是。这村里到底有没有人呢？对呀，怎么一个人都没有？走，我们往前面看看。走。咦，有没有惊动里面的八路？我已经让几个兄弟进去看看了。八路要是跑了，我哪里是问？大哥，大哥，怎么样？大哥，村子里什么都没有。怎么样？报告，什么也没有。给我进村子搜。是，下。这，咦，又怎么的？为什么要停止前进？王兴官，这里地势非常险峻，如果八路埋伏的话，我们很难反击。胆小鬼，有埋伏又如何？我今天无论如何都要找到何东明。王兴官，你配合我的工作，啊？兄弟们，日本人怂了，我们接着走。是，走，跟上，跟上。愚蠢！营长，营长，雷已经埋好，一切准备就绪。好，他们来了。准备。准备。等等，不是日军，是伪军。伪军？一群卖国贼，更要打。让兄弟们加把劲儿，过了前面这个路口就休息。是，兄弟们，再坚持坚持。汪兆兰，营长，何东明，你终于出现了。汪兆兰，别再给日本人卖命了。少他娘废话！有种你下来，有本事，咱们真刀真枪的干。营长，你不能去啊！这个汪兆兰已经是日本人的走狗了，
却危险。是啊，营长。怎么，怕了？你们八路军只会干些偷偷摸摸的买卖。我下去一趟，他既然敢来找我，就一定不会对我开枪的。跟上。归我管，我才是去了主子。我叫你一声二哥，带你的人撤出这里，我不和你追究。真是无耻！这片土地什么时候成了你汪兆兰的了？你再不醒悟，迟早要受到人民的审判。都准备好了，随时准备开枪。拦住他们！给我滚开！二哥，所有人，我的八路军射击！保护营长，打！团长，我们要不要出击？不用，告诉大部队撤离。你带领一连的人抵近日军以后，试探性的放几炮，只要让小鬼子摸不清状况，迅速撤离。好，一连，跟我走。是是是是。他娘的，给我听我！你给我滚开！信不信我对你不客气？东明，我要把你送到新兵队处理。滚一边去！怎么回事？指挥官，不知道从哪里偷过来的炸弹。可恶的中国军，这里地势险要，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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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这次针对鬼子的扫荡，何东明同志的做法很值得肯定啊。嗯，我同意。何东明同志能够对日军的行军作战以及指挥特点做出及时的分析，并且能够做出正确的指挥，我要亲自向上级汇报，为何东明同志请功。鼓掌！团长，不请功，请我们喝酒怎么样？
好，等赶跑了小鬼子，我和老董请你喝个够。嗨，政委又打白条。好了，咱们言归正传，大家看，有没有必要把这次冷静处理鬼子扫荡的方法，啊，做成特例，在其他营部也宣传一下？我看可以。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单次作战呢，要视具体的情况而定。我同意指导员说的。哦。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意见也如此一致了？因为指导员说的对呀，在战场上没有特例，每一次作战的情况都不一样，我们要视具体的情况来指挥作战。好，就按他们说的办。好，好。你在这里等了很久了。是。什么事？卑职昨天晚上在撤退的时候发现了这张地图，上面写的是中文，卑职认为可能会对作战有利。八路军华北军事战略分布图。很好，你做得很好。嗨。营长，你找我。日本人缴获了我们一张非常重要的地图，上面标注着我们八路军根据地在华北的分布。要真是落入了日本人的手里，那日本人极有可能会对我们的华北根据地进行有目标的大扫荡。如果真的落入了鬼子手里，那他应该是在鬼子的指挥部里。行，我赶紧去找团长。哎，来不及了，找几个身手好的弟兄，赶紧跟我走。是。不能准确翻译出地图的意思。长官，现在还不适合准确。快点，快点。嗨。记住，动作一定要快，一会儿冲进去找到地图，马上就撤。是是是。到底好了没有，长官？目前只能确定这是一张八路的布局图，至于是他们的军事部署还是其他的，暂时不能确定。王子，一个上午就分析出这点东西吗？你们收拾一下，把这个给我复制十份。嘿。喂。嘿。我部今天发现了一张八路的地图。嘿。我们正在研究，确定是一张非常重要的地图，请求派分析专家来现场跟我们一起研究。嘿。嘿。怎么回事？快找地图。是是。营长，你看，找我，是这个吗？营长，鬼子来了！
团长来了，我知道。同志们，看来这一次是生过急手。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们。营长，咱们都是生死兄弟，死咱也要死在一起，又不怕死。喂，营长，我们不怕死了。打！你们人听好了，现在缴械投降，我放你们一条生路。给我打！同志们，把手榴弹都拿出来，跟他们拼了！是，不打。总是擦肩。